要去拼一下这个世界顶级的名将。大家看到小将张玉登呢，今年是20岁，来自江苏徐州，他在少华街小学学球。那么后来在徐州少体校的时候呢，是跟着徐州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老教练，叫李鲁沙，李鲁沙教练学球，18岁时直接进入国家乒乓球一队。樊振东这个运动员呢，他的力量大，旋转强，反手好，实力足，确实在比赛当中一般的选手很难撼动他，打不动他。樊振东的各项技术很扎实，那我想呢，现在就从男子的角度，还是需要那种靠变化、灵巧、有速度、有旋转的人，才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这种威胁。如果全部都打这种实力阵地战，那么跟樊振东比来讲，樊振东现在的实力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很难跟他去对抗。很稳，自己处理球上来讲是心里很有数的一个人，看起来。樊振东呢，世界排名最新一期排名是排在第2位，今年只有19岁，97年出生。一起来加油！张玉龙，加油！樊振东的发球还是不错的，是反手反抽。樊振东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当时刘国梁总教练说樊振东呢是坐着火箭冲出来的，上的速度太快了，所有的冠军都拿了，而且直接就杀了主力层。但是虽然就是奥运会没有打上，是吧？因为中国的这个好手太多太多，但是在下一个四年，谁懈怠，哪个主力懈怠，反正因为他年轻啊，他没有那么多活动啊，他体力精力各方面身体技术能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你必须得能练。
这样第一局比赛11-7樊振东先胜，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乒超联赛。我这手机内置安全加密芯片，做人做事安全第一。内置安全加密芯片，金立超级续航手机 M6 Plus。Vienna， 月，那就是我 ，Verna， 月纳，北京现代。走自己的路，未来牌轿跑 SUV 马自达 CX 划世而出，一汽马自达。第二局比赛。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乒超联赛。我还是和前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大满贯得主邓亚萍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其实像邓亚萍现在就是在看比赛的时候，更多的是为双方运动员着急，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有最好的发挥呈现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但是呢，往往呢就是旁观者清，真正到赛场的时候，运动员打的时候，可能他有些时候是能力问题，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到。我想这一局小将张玉东一定会加强自己的进攻，有更多的发动。确实从整体实力来看的话呢，樊振东要好过于他，对对，所以呢确实他跟他是很难打。那么在这种这个实力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唯独更多的搏杀，打得更加的凶狠，然后呢如果能够搏到，可能呢就会给对方造成更大的这种压力的时候呢，造成无谓失误，这个时候才会有机会。如果说你也给他四平八稳的这样来打，包括这个给他打相持啊，没有更多的这种给他更大的这种压力的球的时候，那这个球基本上就没得打。加速，你看漂亮，你看这球，这就是实力。樊振东比他还狠，那这个球就没法再打了，对吧？这就是横，没别的，反手就是横。所以这个时候呢，小将一定要敢于更狠出手。这样搏的这个樊振东，让他呢给他造成更大的压力，然后造成他的这种失误和回球的这种这个不严谨。哎，这种球是对的，就是要比平常打球要再凶一点，有威胁，有威胁。因为对高手，就是跟高手打呀，如果这个人明显比你水平高，我们呢要打的出手更狠一点，比你平常你觉得用了是6分力，你这个时候是要用7分力或8分力来处理这个球。你平常可能我觉得可以打过去过渡一下再说，但这个时候你必须是能够打死他，这样的一种战术来跟高水平去比赛，这样才会有机会，否则你是没有机会的。我们看到这局啊，张玉东加强了很多这个新的一些技术发球的偷袭，明显打得更狠了。对，出手非常狠，又是一个长球，他这个长球挺急的，突然性很强。对，在，所以这就是很正常。你狠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可能自己也会失误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压力，心理压力。宁愿有失误，该狠的还是要狠。那你是在搏杀吗？一定要这样。也就是说，与其四平八稳的输，不如带有风险性的搏，有可能赢，有机会赢，是这个意思。对，漂亮，就敢于出手。这样的话呢，给樊振东其实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发长的，他本来就拉他；发短的，你看他现在一出手出得很狠。
哎，这样子的话呢，在考验樊振东，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球，稳一点呢，还是更狠一点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是张玉东拼樊振东，那这种球就不该了，这种叫无谓失误啊，因为这个樊振东接过来球没有太高的质量。那么乒超联赛呢，今年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男女各十支队伍将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18轮的比赛，18轮呢取前四名进入第二阶段，总奖金第一名呢最后是45万元奖金，那么第二名呢将会获得25万元奖金，第三名是15万，第四名是10万元奖金。应该说乒超联赛就是给予的奖励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它赛季赛程跨度长，3个多月。漂亮，线路太死，这个侧身直线等着他呢，你看等着他。这个球真的是樊振东，这叫境界。你看这种感觉，我记得原来马林啊、王励勤他们经常有回头，就借力打力。好的。这个长球的偷袭相当成功，其实这个球在关键的比分段上应该是很有威胁的，就他的发球胆子还是很大的。对，这个时候敢偷这样的一个开长球，开长球。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体育馆进行的，也是山东鲁能的主场。这个时候有机会，这一分太可贵了，太宝贵了。这一分张雨东还是很有激情的运动员，还是来拼来的。哎，机会，这球发得非常好，这个变化，这个落点非常聪明，太可惜了，这杆球没拉到。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场乒超联赛两支强队的较量。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第三局，发球的是八一大商的樊振东。0-0。夏亚平，你看了第二局，你觉得小将樊振东他最成功的地方是在哪几个方面？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樊振东的发球，正手反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平均的，而且呢，打球的话的这个节奏的控制，这个轻重整个的这个落点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还是，不要看年纪小啊，19岁，但是张玉东。樊振东，樊振东。但是呢，这个打球还是很成熟的，我觉得整体对这个全场的这种把控能力还是蛮强。刚才张玉东呢，在中局的有几分球处理不是特别的，对，5-3的时候，对，处理不是很好。但是到后边的这几个球呢，打得非常漂亮，而且呢是一如既往的这种搏杀的这种感觉啊。那你看他从头打到现在，都是一个劲的在那儿叫。就是说他今天呢是在搏这个樊振东，而且他的战术是非常奏效的，长球、短球，然后发完球就逮，我觉得就是刚才其实我也讲过了，就是你在跟强手打球的时候，一定要稳，就是球凶过的多过于稳的球，这样的机会才会有，因为这样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让他造成无谓的失误，对，这样的你的机会就会来了，这种局势却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越跟高手打，上来要搏，不管在气势上还是在战术上还技术上，我觉得是上来是要凶狠，但是打到一定份儿上的时候，
要控制好节奏，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可以稳健一点，以命中率为主，不要再搏得这么凶了，这个就是整个场上哎把控的能力。观众朋友们，您听到的是邓亚萍为您带来的精彩点评。好球，漂亮，这个球明显是樊振东的实力比他强，打着越打，他是越来越主动，那边是越来越被动。张玉东这球你看，在其实前两下的时候他可以变变直线，是的，他拼反手肯定拼不过樊振东。哎，他老吃他这个长球，就这球就有点中邪似的，你看长球吃了多少啊，这只要一底线一接就丢，一接就丢，所以对长球它的这个对它的旋转，我觉得它摸的还是不错。好球，变化很好。因为张玉东发这个长球呢，是在速度当中还有一些旋转。对，你如果说只管速度不管旋转，你还肯定还是会接丢的嘛。对。这轮发球对于张玉东来讲非常重要，如果拿住这个球还能打下去，这个球要拿不住，这球就会造成被动。这个球机会啊，犹豫了，这球本来很好，其实像张玉东这球拉完之后马上反手直接扫他，那你不应该去很保守的那种感觉，没有做准备。张玉东呢，他有一个好的发球，哎，发球变化还是挺多的。对，他发球变化多，他长球、短球是，旋转强、速度快，变化多。这就没准备，滑出台了，自己没有准备。这个球怎么着，张玉东要搏掉一个7-7，这个球就有的打。啊，机会哦，这个球接得很好，自己接完球以后没有第二板的准备。这球樊振东呢，他高就高在哪儿呢，对方拧他正手，他放慢了，让他没有那么赶着去追那个球，他放慢之后拉出了一个自己的节奏。球赶出台球，等樊振东去轻拉，然后反拉他。樊振东这个对反手还是非常自信的，这样11-8樊振东
拿下了第三局2-1领先。本视频由乒乓网制作，网址www.乒乓网.com。那么这场比赛呢，现在樊振东呢是2-1领先，我相信小将呢还会有更凶猛的这种搏杀，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中国年轻运动员他们的冲击力。对，总体来讲前面这两三局打得很好，两个人刚才呢邓亚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球迷爱好者实际上在比赛的时候，好球，继续对拉。其实就是说你在打一场比赛，不管是业余的还是职业的，你首先要对你的对手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估计。对，了解。估计就是说他到底比我打得好还是比我差，水平相差多少。如果相差比较多的话，那必须要有一定的搏杀性。对，要不你就输定了，基本上。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水平差不多的时候上来可以稳一点啊，或者是根据以往的交手的一些情况，这个都要有一些战略吧。对，是的。陈宇这个发球的变化还是蛮多的。哇！哦，漂亮！再有，漂亮！漂亮！最后这个球，张宇东很聪明，拉了一个轻的，把节奏放下来。是啊，他一定不能。用这种死力量或者用光用这个武力去解决问题，一定是智慧的、技巧的、有变化的，轻重结合、落点、长短、节奏的变化。这个长球啊，实际上呢发起来的确有难度，特别是国际乒联改了这个无遮挡发球之后，也就是说你在出手的刹那间你必须让对方看到你到底发的短的还是长的，所以呢这个长球的效果就没有以前那个带遮挡的那种效果好。那突然性没有了，国际乒联呢也有一系列的改革，从这个小球改大球，我记得最早是改这个胶皮啊，原来蔡振华指导最早的时候是用的两面同一颜色的胶皮，可能邓亚萍那时候也有印象，后来就不允许了，国际乒联要两面的颜色必须要不一样。对，要么黑，一面黑一面红。是啊，再后来呢又改了这个小球38毫米改成40毫米，然后是无遮挡发球、无机胶水，对，然后这个比分改成11分制啊，当然整体是为了世界乒乓球的发展，也使这个乒乓球的比赛更加精彩，精彩，更加激烈。对啊，你球大了以后回合就多了嘛。哎，这局打的这个樊振东打的有点泄啊，整体打的这个不严谨。不严密，经常漏机会给对手。3-8。哎呀，这个白短质量很高，又转又低。我们说叫怒白短，白短一定是可以得分的。所以每项技术都要精益求精，在比赛当中都可以成为得分手段。有的人训练人不重视搓球，只重视正手或者反手为辅，其实这都不对，每项技术都有它的特点。
这局比赛张玉东的这个搏杀非常成功，现在是9-4领先。处理球随意了一些这一局，是的，没有真正的较上劲儿，对，没有交上火，这局回合也不多，这样双方在前四局打成二平，稍后将要进行七分制的决胜局，我们稍后继续。好，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还是由我和邓亚萍继续为您带来比赛的一些情况。啊，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的决胜局七分制，首先发球的是樊振东。打球要每分必争啊，特别是水平这么高的这个对决，一个球都不能松，一输可能就是一局就秃噜出去了。拧起来相持，这局樊振东是从第一分开始非常专注，漂亮！好球，漂亮，球变了，太急了。张玉东这个球没打出质量，就想要侧身。啊，这球没有质量，所以让这个樊振东就逮着一直线空档。从这一局的开局来讲的话，樊振东球打得不错，这几分，很严密，而且呢，这个很兴奋，把这个球呢，这个打得这个很紧凑。这个像张玉东呢，现在打下来感觉呢上来讲的话呢，显得办法稍微不太多了，不像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吧，这个发球有长短的变化，搏杀打到这个时候呢，因为樊振东对他已经有所了解了，而且已经有防范了，那么这个时候再考验张玉东呢，还有什么办法没有？需要的是实力。哎，还有没有什么绝招没有？再使出来，哎，这个就水平了，这就是水平了。绝招我想可能也没有了，也就这么多东西了。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实力了，你后面就得拼实力，是吧？你口袋里有多少这个筹码，是吧？你有多少东西，你就基本上前四局都拿出来了，是吧？到第五局会不会出现弹尽粮绝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是这样，所以还有机会看看接下来张玉东的表现。你看，显然这个张玉东在打相持的时候对自己这种不自信，打完球以后手都不还原，撅在那儿啊，这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你看看樊振东打完球立马回来就准备下一把。啊，这个球不错，他拧拉的这个质量很高，这个球还是他有很强的这个突然性，大家可以看着手腕的力量加摩擦，然后弧线是往下的，他拧过去的这个球往下钻。漂亮，很果断，非常的坚决，这个球也是这对完了以后立马侧身拉直线，这场比赛的一个高潮，这个球漂亮，这球非常的果断。现在张玉东呢还是要准备多板数，对，一板两板肯定想，和声是
可能性很小的，就要准备多板的相持，连续性。还是一分一分算好，自己这一轮发球还有一分，还有一个拿住，拿住是四比四，这球就有的打了，有希望了。短的，哎呀，这球没发好。樊振东这大智慧，这球没有，心里真有数，你看。暂停之后，判断相当的精确，好到位，直接推一个大脚，这是一个高质量的接发球。漂亮的球，其实这球发得很转，这球发得真的很转。但他这个拧拉，你看还是有点数的，他这个拧拉还是有点数的。怎么能够拧出这么大的力量？我都感觉很神奇。那就说明他的手腕力量很大。对，手腕力量大嘛，手腕加肘部的前臂的力量。一般很少有人这样给樊振东拧一跟头。不错，张玉东的球是不错。哇，又一个，有可能这个球女人拉完之后啊，给樊振东脖子有点软了，就看看现在张玉东是否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对，一狠到底。每一板球都是致命一击啊！现在双方打成五平，七分制。对，各自的发球现在都没有完全拿住。拉起来，相持加力。你看到八一队的俱乐部的教练范长茂，队员都非常的